联盟的，还有我们延伸南京路线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，崔淑欣秘书长，请绿盟崔淑欣，还有台湾人权促进会邱依林。好，另外我们也要特别邀请哦，今天在我们的灾民大队不断前进的，我们这边有联寮反核自救会，就是共寮从瓜寮来的文章会长，还有我们从北海岸来的许富雄，许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许富雄许会长哦，还有兰屿部落文化基金会的胡龙雄胡董事长胡校长哦，我们请他们一起到台上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除了在前面蔡瑞月舞蹈社的表演，陈旭的去年3月9号我们的开幕的表演之外，我们同时要面对核电所带来的黑幕，我们是不是请各位代表，我们一起走到舞台的比较后面这个地方，一个人手拉这个黑幕好不好？来，还没有拉，还没有拉，到走到后面来。对，我们请各位代表。好，在今天晚上代表我们所有人揭开核电的黑幕。好，我们请大家还没有要猜，我们要数1、2、3啊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大家一起好不好？倒数3、2、1，然后我们让这些代表用我们今天所走下来的路，为我们在各地北海岸共寮还有兰屿的朋友一起扯掉核电的黑幕。我们现场一起倒数3、1，一次完成哈，没有那个 repeat 的哈，没有。对，来，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倒数好吗？好，3、2、1，一起揭开核电的黑幕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各位代表。这个黑幕后面所隐藏的，是我们去年3月9号由311位朋友在现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场地所一起绘制的反核旗。我们再给这些代表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去年的朋友们，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画了这个反核旗，我们一起升了这个反核旗？去年有来的朋友，你可不可以挥挥手？哇，谢谢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新来的朋友是吗？没有，新来的朋友挥挥手。哇，好，一样多。去年的也多，今年也多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代表。那我们等一下还会新各地的代表再上台做一些简单的致辞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投影幕上面有我们如何从3月9号，去年2013年的3月9号走到今天的3月8号。我们请看我们简单的 MV， 谢谢。我是公民记者，我刚上去照一个天井啊，这边下来就是不太方便，待会我就到这往下面照一下。现在在录影，我正在录影。最后一次，我们的动物现状，所以不太方便。